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大舌头亮哥。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田鑫对阵西班牙选手加尔沃的比赛。田鑫自由就在辽东少林寺习武，赛前田鑫已经取得了四十一战三十二胜的战绩。而这个加尔沃来头非常不简单，加尔沃曾获得西班牙该级别冠军和 WKN 世界冠军奖牌等等。赛前加尔沃已经取得了八十八战七十胜的部署战绩，可以说已是为顶级的实力派选手。赛前在阵容发布会的时候，嚣张的加尔沃就走过来，用头顶着田鑫的头来挑衅田鑫，这直接激起了田鑫心中的斗志和怒火。比赛的时候，加尔沃先是发起猛攻，以凶猛的高扫暴踢田鑫。 不过田信也毫不示弱，很快以地扫还颜色。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相互扫踢，而后田信缠绕加沃沃，以凶猛的高扫再次暴踢。不过田信马上抓住机会，一记转身后蹬回击对手。比赛才开始没多久，田信就不小心直接一脚踢中了加沃沃的裆部，这一让加尔沃表现非常痛苦。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对拼，而后加沃沃以凶猛的扫踢多次暴踢田信，最终田信抓住机会一记重拳击腹，直接 KO 对手，赢下了比赛。加沃倒地后表情非常痛苦，加沃沃被田信这一拳直接打岔气了，裁判都看怕了，马上叫停了比赛。这一让台下的美女观众都不敢看了。全场比赛下来，愤怒的田信爆发。 仅仅只用了五十六秒的时间，就将对手一拳残暴 KO 了，只能说我的琴琴真是好样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是常年咬字不清的大大舌头亮哥。呃呃呃呃呃